台湾艺人杨丞琳早前被指与男团 JPM 成员王子的姐弟恋玩完，虽然从拍拖到分手，两个人都从没正面承认跟否认，不过感情的东西就真的说完就完，跟谁也都说不清楚。7月8号，杨丞琳居然在微博自曝出柜，并上载了两张跟宅男女神陈妍希的亲密合照，并且留言表示，哼，她才是我把的妞，俺调戏她7年了还没把到，真难追。@陈妍希 Michelle。 也许是看着老友玩得这么开心，陈妍希也很快转载并且回复，追不到你才心痒痒，搞清楚我才是正宫好吗。两人和另一台湾好姐妹杨欣继日前与歌手郭靖一起结伴出游后，最近又相约与香港姐妹阿娇见面聚会，有好姐妹一起玩一起疯，怪不得杨丞琳不与男生谈恋爱，也显得若无其事了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